又到了我们体坛观测站罗宾车坛，让你 Monday 不再 Blues， 当然不会 Blues， 因为呢，我昨天拿到了很多很喜欢的 Christmas gift， 然后紧接着就要跨年了，对不对 ？Yep， 而且当大家都在准备跨年的时候，很多车队也在做 Winter Testing， 然后呢，也很多车队他们已经在休息了。不过呢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很多车迷们都非常期待打卡拉力赛哦。对，这个长达15天啊，是非常的精彩而且艰苦的。不过呢，就在明年 F1 赛季开始之前的话呢，这些车队也好啊，车手他们也都做了一个检讨啊。哎，我们就要听听看呢，今天呢、啊，这个乐乐 Charles Leclerc 他是怎么样看过去的这一个赛季。OK， 所以别错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体坛观测站罗宾车坛。See the difference.